平川说论剑，天天两不瘦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Sky 的比赛啊。对于很多80后90后玩家来说，看 Sky 李晓峰打魔兽啊，真的就是一种享受。那输赢倒是其次啊，主要是看 Sky 打魔兽，就像回到了自己读高中啊读大学的时刻啊，青春令人无限怀念啊。好，闲话不多说，回到本场比赛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。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，是蓝色的人族，中文 ID 叫丐帮李帮主啊，这是 Sky 的一个马甲号。那 Sky 的话，最近好像打王毅天地啊，最多的话也是打到天梯前三，那一直是吧徘徊在十几二十名左右，那实力的话进步也是蛮大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，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，那 ID 叫月月熊出没。哎，看到这个 ID 啊，平川脑子第一印象就是光头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，暗夜的话首发的是 QOG， 上来练一下门口的433，开局啊中规中矩。 Sky 呢啊上来的话敲了一个小农民，在对方家里造一个房子啊做侦查的作用。暗夜的话直接在旁边造一个商店啊，刚好商店一好可以把它给拍掉。好，接下来看看 Sky 这一边，Sky 的话首发的是大法师，那开局也是比较的常规啊，按 Sky 目前的打法应该又是会开分矿。好，我们看看接下来双方怎么玩。好， Sky 第二个房子继续造啊，真的就是在对方家里各种造房子啊，这就看暗夜怎么想，有的人就受不了是吧，感觉自己家里被别人造了几个违章建筑受不了，一定要把它给拆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暗夜这边上来，哎啊，首先啊先把这个造违章建筑的小农民给解决一下， KOG 直接缠绕把对方给解决。那你生缠绕的话，暗夜练级效率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啊。这里的话步兵继续过来想骚扰一下，暗夜这个小细节很不错，竟然没有拍死怪。上来的话打了一个贵族头环，那 KOG 继续去追杀对方各种小单位。人族上来的话大法师也是练一下门口的433，上来整了一个打加速手套。那打完加速手套之后要开练分矿吗？哦，还是练海龟422的海龟， KOG 直接过去骚扰家里的话，商店造好开始拍，同时自己开始升二本了。暗夜这个科技还是蛮快的，那大法师练完这组小海龟也是可以顺利到二级。 KOG 过来的话一技能升的是缠绕啊，那这个步兵应该可以解决一下，诶，缠绕能放出来吗？这边步兵有点犹豫啊，到底要不要去打对方呢？家里的话这个塔暂时还没有升啊，继续杀农民。这边呢还是主要杀农民，主要是一发缠绕就可以杀一个，你要杀这个小步兵的话最起码要两发缠绕啊，继续杀农民。那现在暗夜的打算就是自己升科技，然后过来骚扰一下人族的资源采集啊，拖延一下人族的科技和分矿的时间。我们看一下家里的话，这个商店已经继续拍这个小房子，房子马上拍掉。暗夜精灵家里放下猎手大厅，那还是中规中矩的升科技是吧，造建筑。好，人族直接过来练分矿了，那 Sky 还是要打算开分矿。 KOG 的话买了一双鞋，跑得非常的快，大法师 A 两下，然后也要买鞋吗？看看要不要买。现在的商店是一口气刷两个鞋，刷两只鞋了，以前是一个鞋啊，现在是刷两个鞋。好，上来的话人族直接把这个分矿练完，练完之后要开分矿。现在的话资源稍微的有点缺啊，人族只有678块钱。好，五级怪练完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能整一个什么好装备。上来的话，哎，回二戒指很不错，大法师到三，二级水元素一张。那接下来大法师看有没有机会去暗夜家里搞一波事。啊，暗夜上来过来想骚了，但是现在大法师二级水元素啊，二级水元素可是水爸爸一样的存在。反补一个步兵，接下来开始追杀这个 KOG， 但 KOG 身上的魔法值还是蛮多啊，继续缠绕，想杀一个步兵，杀完步兵的话 ，KOG 可以到二级之后，哎，这里 Sky 又反补了一下。这一局的话 Sky 前期的操作还是很不错啊，小细节拉扯反补。那这里 KOG 还想杀，这是第三个步兵能不能杀成功。好，这边是没有反补到了，那这里撒一把粉反杀对方一个 AC， KOG 的话终于是到了二级。好，过来的话骚扰一下人族分矿的一个节奏，这有两个残血的小农民很危险，那 KOG 状态也不太好，大法师可以稍微消耗一下 KOG， 反正两个人都有血跑得都快。好，大法师继续反补，继续反补，哇，两个农民全部被大法师给反补掉。这一局的话 Sky 哎，难道操作要恢复到之前的巅峰时刻啦？
好，水元素继续去暗夜家里整一整。哇，暗夜这个科技有点快啊，二本生好直接跳三本，家里的话还没有放下二本建筑，那应该是三本，然后出三个英雄，每个英雄买毒球这样一个打法。看看大法师现在去这边温泉泡一泡，大法师现在状态还不错啊，就是这个身上魔法值有点少。哎，没有人阻止这个娜迦吗？娜迦要去分矿搞圣，这边的话分矿圣塔还没有起来。好，大法师反应过来了，那还得去守一下分矿。这边 KOG 单传过来，接下来的话暗夜两个英雄骚扰能力还是有点强， KOG 身上暂时没有 TP 啊，但是呢有保存还有单传。好，人族分矿已经敲好了，那这里的话大法师消耗一下娜迦，再追杀一下娜迦。现在娜迦为了保命，那一技能升的是这个护盾啊，他这个护盾的话就是你打他他不掉血，掉的是魔法值，等魔法值掉完之后才会掉血啊。这个技能啊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有用啊，尤其是有一个版本啊，在中间啊人组有一个版本，这个火球非常的强，那他们就是给娜迦来六个火球，然后这个技能升个护盾，完全就打不动啊，那个时候的娜迦啊真的舒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娜迦回家休息一下，哎，泡温泉去了，刚好是晚上，然后 KOG 可以各种来骚扰一下人族，这一波娜迦升个护盾也是啊神来一笔。好，看一下这一边的话，人族去暗夜家里侦查，发现暗夜三本即将升好，三本升好英雄就可以买毒球了。那这里后面是出什么好呢？出这个雄鹿还是出这个角鹰？这边的话商店继续造一下，这真的就是暗夜毒球流啊，那就是多造商店是吧，每个商店出一个毒球。这边的话哇真的是啊，放三个商店每个英雄一个毒球，暗夜这个毒球这个前期的话效率有点高啊，打一下对方，对方会源源不断的掉血。好，娜迦在进温泉泡的差不多，回来回防一波，对方这个二级水元素还是有点猛啊，那这个商店的话还是被迫取消。娜迦哎呀这个护盾一套你打不动我，但是娜迦呢也牺牲了自己的这个冰剑的作用，没有冰剑。这边第二个商店继续造，好 KOG 的话已经买了一个毒球了，那接下来商店继续刷吧，又再造一个商店啊。暗夜打算是一口气放三个商店是吧，然后三英雄每个英雄买一个毒球去干，结果呢人族过来好拆了你两个商店，那现在三发了一个小黑，哇真的就是三远的一个打法，三个远程英雄每个英雄到时候买一个毒球，这个输出非常的高啊。打一下大法师，大法师一直在掉血啊，中毒了是吧，源源不断的掉血，然后三个英雄每个英雄一个毒球，哎呦这波大法师要交 TP 了。哇看一下，那这一波打完人族的话撤退回家，现在人族是有这个分矿但是没有科技啊，暗夜三本上好，人族的话依然还是一本。这一波哎呦人族有个小书啊，商店没有造，那大法师这一波状态怎么补呢？现在暗夜精灵直接在人族家旁边造了一个战神古树啊，要想打一个 TR 的打法了。我暗夜这一套打法有点凶啊，速科技然后买毒球，这一波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二个商店造好再买一个毒球。这一边的话看看娜迦有毒球了啊，刚才 KOG 毒球给他， KOG 自己去买，这边 KOG 单传过来，好直接要开始 A 人族的主基地了，人族现在开始造塔，来得及吗？三英雄两个英雄有毒球，然后小黑可以升个骷髅剑，骷髅剑的话杀一个农民站起一个骷髅过来，哇这暗夜三英雄选择有点强。这里的话大法师想防守一波，打的就是一个 timing 点，刚好人族的话所有资源投入到了分矿和科技，暂时没有钱去多造一些东西。好，伐木机器人刚买出来，哎，这个伐木机器人不会被干掉吧，这人族投资巨大买的一个伐木机器人，结果呢没有机会去采木头，直接被暗夜给 A 掉了。哎呀这一波的话 Sky 失误有点大，那这个步兵还在外面练级，那正面有点打不过，看看能不能啊把他逼回去，去暗夜家里主矿搞点事。现在暗夜的话三英雄在外面各种消耗人族一个状态，人族现在是里面有两根塔，小树人源源不断的造啊，找机会要拆人族塔了，农民站好岗赶紧修赶紧修。现在暗夜的资源是500多块钱，人族也是500左右，暗夜现在家里还在源源不断的补小精灵，那接下来的话小精灵要拉到前线，要造 BP 了，要造塔了。现在暗夜三英雄继续在人族家里各种搞事，好源源不断的招小树人，这一波要拆塔杀农民呢，小黑的话在后面用骷髅剑杀一个农民站起一个骷髅过来。现在人族现在看看人族大法师状态补好了吗？
这一波大法师好还是在主块想去拖一下对方的一个时间，哎，一个水元素卡住，但是家里的话农民数量有点少啊，这一波想靠民兵把对方给打回去，哎 ，KOG 状态不太好，但是这里换了一手保存啊，直接保存回家。那接下来，哎呦，暗夜这个道具用的非常精髓，是吧？毒球保存 ，KOG 一个人回来，刚好可以处理一下过来骚扰的步兵啊，这边都拿这些步兵完全没放眼里啊，两个小步兵能干什么事？然后三英雄在人族家里疯狂搞事，哎，小黑的话状态消耗的有点难受，可以保存回家补一下状态。那家也是升到了二级，这边的话。三英雄啊，每个英雄一个毒球已经集结完毕了。现在家里的话，哎呦，前线开始造这个 BP， 造大树，人族主矿感觉要沦陷了呀。现在暗夜竟然有200块钱，人族的话也是有800多，但是这个三英雄毒球输出太高，大法师有点扛不住啊。虽然说有个回二戒指，大法师想和 KOG 硬撸，那对方有毒球啊，你这源源不断的在掉血，4滴血2滴血2滴血1滴血，大法师依然还在靠回二戒指恢复。那这里的话，暗夜精灵有资源了，前线全部造这个 BP 一造起来，人族主矿好像要沦陷了。好，人族二本生蚝二发一个纳迦，你的纳迦和对方的纳迦差了有点大，一方面是等级对方领先，另一方面对方还有一个毒球啊，这毒球打上去你源源不断掉血有点扛不住，这一波打法太强了吧。 Sky 的话暂时没什么好办法，主要是现在资源起不来，部队也补不起来，主矿的话农民源源不断的被杀。 KOG 好，家里的话井水不多，那 KOG 现在是带伤来前线战斗，纳迦一个人有点猛啊。好，那家身上魔法值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没有护队。那现在的话 ，KOG 少数人一缠绕，哎，大法师水元素一招，看能不能把 KOG 给解决。哦呦，一身血保存回家。那这里的话 ，KOG 换血换得很成功，想杀大法师。大法师身上有一个药膏，哎，这里水元素卡一下，能不能那家给杀掉吗？哎，可以的，这一波可以把那家给杀掉。好，双方的话小细节各种比拼，但是问题是现在暗夜前线啊造了非常多的一个 BP 还有大树。直接要把人族主矿给拿下，现在人族也是没什么钱啊，只能靠两个英雄来耗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人族相当于一矿啊，主矿的话基本上啊打断的次数非常的多啊。人族还想出一些男女巫，其实可以考虑啊出点小炮呀，要把这个暗夜精灵的大树给 A 掉。那 Sky 的话还是靠他这个男女巫的打法，这一波靠常规打法很难打了，别人已经 TR 到门口了。好，暗夜我们看一下，暗夜的话纳迦暂时还没有复活，现在是靠这两个英雄过来，人族主矿的农民就没有安心采购资源。现在两个箭塔拿这两个英雄的话办法不是特别多，主要是没有圣塔，有圣塔的话可以消耗对方一个魔法值。哎，暗夜这一波是不是有点贪，直接被堵到里面了。好，堵到里面之后，那这一波的话 KOG 这一波 KOG 保存回家，纳迦小黑又来到前线，这一波好像有点撑不住了，人族家里的塔被对方消耗的差不多。哎，杀小黑，小黑一丝血。好，这边有保存啊，保存有 CD， 拿小黑阵亡。这一波的话人族和对方耗也是消耗了对方一个英雄的状态，但是人族主矿马上要沦陷了啊。这里的话 BP 各种杂主基地，农民没有农民修，现在大法师好消耗一下对方的一个纳迦，现在是靠水元素啊，两个二级水元素看看能撑多久，能撑多久。但是对对方 KOG 和小黑到前线，人族就有点扛不住了。啊，又一个单传过来， KOG 的话这一波状态补得很不错，小树人可以源源不断的招，四个 BP 都可以砸到这个基地。那接下来的话看看要不要去进攻一下人族的分矿，人族分矿的话塔其实也不多啊，就两个箭塔一个圣塔，赶紧出男女巫啊，出男女巫补一下状态，接下来打一个消耗战。现在人族主矿拿下，暗夜可以直接自己开一个分矿呀，这此消彼长之下人族还是巨大劣势。这边小黑复活成功啊，小黑也是有毒球， KOG 也是毒球，而且 KOG 身上还有一个血瓶，这一波准备很充分。我们看一下纳迦，纳迦要不要买个单船过来呢？纳迦还是要慢慢走过来。亡灵，我们看一下暗夜这一波三英雄的打法实在是有点凶。好， KOG 小树人一铲，那现在人族有男巫了，男巫可以加血，也可以驱散一下对方的一个小树人，这一波人族看看能不能赢。现在的话 Sky 还是想和对方硬刚，但自己的话部队没有成型啊，对方三英雄消耗了人族非常多的一个状态，这四个 BP 疯狂的砸，人族主基地要沦陷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 Sky 还想正面硬刚，水元素招出来，男巫加血，这里中间截一下你的农民。
三英雄现在是小黑升到了2，暗夜精灵是322一个英雄，人族是42。这一波三英雄毒球打到你身上，人族的话掉血非常快，好，大家赶紧磕个血瓶，磕个血瓶也撑不住啊，三毒球源源不断往你身上砸。那家阵亡，那大法师靠水元素看能不能硬刚一波。哎呀，主基地没有了呀，主基地没有的话，那现在暗夜马上要双矿，人族单矿，那耗下去没得打， Sky 直接打着 GG 退出了游戏。我们恭喜暗夜精灵啊，其实 Sky 的话如果可以早一点，哎，转点小炮啊，也许是有机会的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